回到神的家，新的月份，新的开始，你已经准备好迎接接下来新的挑战了吗？我可是非常的期待，非常的兴奋。那么在上个星期 FGA CYC 迎来了12周年庆，那么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12周年庆的点点滴滴吧。CYC 经历了恩典12年，在今年的12周年庆中，每堂聚会洋溢着全家欢庆神恩典的氛围，不分男女老幼的赞美敬拜高举神，感恩神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。如今我们见证从神而来加增千倍的应许已经成就，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，这股复兴的浪潮将更大的席卷全地。在几年前我跟他们分享的，在教会分享的，我的梦是什么？中文部要有10000人， Amen。 这是我的梦，这是我的梦想。成年人可能一直在做梦，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让这个梦成为事实，实现这个梦。圣经说老年人要做一梦，少年人要看到一下。我相信上帝让你们看到这个意象，让这个意象成为你们生命的动力，成为你们生命的改变，成为你们服事的一个主动力。当你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，你们有能力去成就， Amen。神会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个投奔的风潮，好多人会涌进神的里面，好多人会涌进教会里，他们都要来投奔在这一个大卫所释放的这个意象，所释放的这个的属灵的王国里面。不要相信你好像不可以，你要相信神，没有难成的事情。 CYC 带动复兴，领导潮流，写照历史，影响世界。接下来让我们跟紧圣灵的脚步，成就神复兴的计划。 FGA CYC 带动复兴，领导潮流，写照历史，影响世界。FGA CYC 每周都预备了适合不同小组的聚会，鼓励大家参与每个星期的 CYC 聚会，紧跟随圣灵的脚步。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本周的读经进度已经来到了诗篇53至56篇，让我们抽出更加多的时间来阅读神的话语吧。来临11月9日星期三晚上8点，在 L5 将是 CYC 侍奉同工联合聚会，请所有事工部门领袖、服事人员和新进的新人同工全体出席这场联合培灵聚会。讲员为罗伯寿牧师。好消息，第4届圣道生命培训学院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，详情如下。有兴趣报名者，欢迎您来参加圣培招生说明会，以了解更多详情。而招生说明会的日期、时间、地点将待定。让我们一起来装备自己，鼓励弟兄姐妹们报名参加 MSJ2 和 CGT1 课程，赶快把这些日期都预备下来吧。详情如下。各位弟兄姐妹注意咯，万众期待的 MSJ1 生命更新营又回来啦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透过这次营会，相信圣灵将带领你更多的认识神，帮助您拥有一个全新的属灵生命的开始，使您活在基督的丰盛里。
到这里，让我们带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来迎接新的月份。我相信更加多的神迹要发生在我们当中，愿神祝福大家。